打开看看，是一位新加坡的阿姨送给你们两个的玩具。看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是玩具！哇，妹妹戴帽子。哦，妹妹戴帽子，好看的。这是玩具。阿姨说是买给你们两个一起玩的哦。什么是库卡？不可以抢，知道吗？一起玩的哦。谢谢阿姨。祝阿姨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嗯。妹妹也说。妹妹也说。哎呀，还有，打开是什么呀？嗯。阿西跟镜头面前的叔叔阿姨说：“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。”祝你们新年快乐！谢谢大家说。谢谢大家。嗯。妹妹过这边来一点。哦哦。好像库卡车呢。这个我就不会玩了，你们自己研究了啊。好的，我会。不可以随便乱贴在墙上、床上、沙发上，不可以乱贴，懂了没有？嗯。这里有小皮团，我可以做个礼物给你。做个礼物送给我呀？啊，好啊。这个可以做礼物送给人，哎，还有个夹子。